你好。雕塑的时间到了。太棒了。我今天要创作什么好呢？让我想想啊。没错。粘稠度刚刚好呢，用它开始创作吧。哎呀，你猜得到我今天要创作什么动物吗？它住在沼泽里。两只眼睛没错。还有四只脚，一二三四，哈哈！哦，天哪！真的太可怕了！不对！我该怎么办呢？下，当然，没错，现在我们总算有个雏形了耶！哇哦，哈哈！哦，没错，太好了！没错！哇哈哈！哇哦！猜到了吗？你真的太聪明了，而我是个天才。是一只鳄鱼，没错，哈哈！再见，